这个石头都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利用早上或者是晚上，这样小溪火车站一个一个的把它搬回来的，然后回来之后呢，我们这样用双手这样一个一个叠起来，没有任何水，所以我们对这些石头都有很深的这种纪念跟对我们部落那个淹没的部落的一种连结跟意思。那石板呢，就是我们部落的不知道。 过去在我们旧部落里面最重要的建材就是石板，那也是对旧部落里面那个怀念，所以我们用石板来做。那琉璃珠，这个就是我们文化里面比较特殊的它的典故，所以我们用它来彰显我们对这个文化的认同。 所以大武山也是我们的圣山啊，所以说，当我们那个都是我们的，在讲说我们的，就照顾我们这个这片大地的一个那个祖林地的地方，所以这四个地方，这个水塘，一直到大武山，包括刚才的红旗墓，包括土魁树，这四个大风景，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搬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的长辈们。 爷爷奶奶们最怀念的地方，当然每次坐下来聊天当中会最怀念的地方，也是大家说故事最多的地方，所以因此这样就把它画到这边来，使这些我们的爷爷奶奶到这边看了，就好像回到旧部落一样。那么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家里，接下来这边就是我的书房，这是我的工作地方，我的书房跟我的工作桌。 三个宝宝，跟我太太，我们总共五个人。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区，我们在这边大家一家人。他们有放假回来的时候，是我们都在这边聊天啊，或是谈一些他们在学校的快乐时光啊，这样子。那因为这个地方我们还是维持它的原貌。 这个地方呢，就是。
招待北部的朋友啊，或是远部的远方的朋友来我们部落旅行，或是来这边拜访的时候，一个部落体验住宿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小客厅，在那边休息或是聊天看电视的地方啊，里面呢就是住的地方。